今天我们来欢乐乡，日前欢乐乡牛埔啊爱情大草原举办首场的阿里山温度会，现场邀请第十八线阿里山公路边的业者前来拜访，也佮有阿里山公路沿线西北龙岛地区以及旧竹文化部落的特色地势。阿里山产业方啊邀请到位于梅山乡太行村的行地业者，带领游客来体验特殊的行地。日前由交通部观光局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首场的阿里山温度会，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盛大举办，现场就邀请了阿里山公路沿线西北龙岛地区，还有祖祖文化部落的特色地势，还有业者，伊伫现场就特色行地来予参加的民众有一个难忘的体验。这竹筒烤茶，用竹子。里面放茶叶，然后去做烘焙，把它焙成看是轻度、中度、重度的烤茶。那它竹子的水会跟我们的茶叶融合在一起，茶汤会变得很滑顺，风味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竹子跟茶叶，让他们去蹦出竹子的价值跟茶叶的价值，所以让游客来做体验。谢谢，我们是晋阳新茶旅，晋阳新茶庄，我们去研发这个活动，让客人去做深度的体验。来我们茶区，不是只有泡茶喝茶而已，原来茶还是可以做出这么美妙的事情，让它跟茶叶发生共鸣，让它，因为我们用的原料是桂竹笋。还有我们的平安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年大家都能够节节高升，然后平平安安。谢谢。来自梅山乡太行村的业者，就开发出将茶叶放入米竹筒内底，将竹筒烘到金黄，融入伫茶叶内底，相当的特别，嘛，让现场的民众体验也非常欢喜。对着大阿里山，嘛有更加亲一层的熟悉。世新新闻陈奕迅欢乐乡采访报道。